那的是不是我亲孙女？大妈，她是不是梁子的闺女？你要是不说，大妈我。 死不瞑目，大妈，难道是你亲生孙女儿？是。醒来，醒来！医生，快快快，这边，这边，快点，快点！医生这儿呢，病人在这儿呢。坚持住，护士。 又回来拿东西的吧，娟儿，过来。我来拿什么东西啊？没看我都快累死了。你在你哥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嫂子不是伺候着你吗？还累什么呀？他们现在哪还顾得上我呀？梁奶奶心脏病犯了，连我跟娜娜昨天都在医院照顾了一夜。啊，她不行了。差点儿。行了，我不跟您说了，我赶快上楼睡一会儿。 晚上还得去替我哥的班呢。哎，替什么班啊？那个梁奶奶还没脱离危险期呢，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。我哥和我嫂子他们俩人哪轮得开呀？都得上班呢。他没儿子啊，吃饱撑着。哎，我们都没什么怨言，您着的奶奶急啊，又没让您去照顾。我还去照顾他，我去找马明。 哎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妈，你别去，别拉我！妈，你坐，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干嘛呀你？别说他以前伺候过我哥，就算是个普通邻居，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说您不管，也没人强迫您管，干嘛我哥管你也拦着呀？哎，你知不知道昨天他跟我嫂子大吵了一架？所以这时候您就别去捣乱了，好不好？ 不是马娟说他来的吗？哎呀，他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丫头，里边怎么样？大妈刚睡，医生说了，大妈的情况还不太稳定，需要我们加强看护。哎呀，我挺担心的，你说要是有个万一可怎么办呢？梁子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这老太太却…… 这样吧，你先回家，娜娜一个人在家呢。晚上我在这陪护她，这万一有个什么，身边也有个家里人。什么家里人？你照顾就照顾，我们还家里人？那怎么办啊？实在不行，我把娜娜送到咱妈那儿去。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？ 那我……爸爸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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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儿不怕啊，爸爸在呢啊。
我亲孙女，她是不是娘子的闺女？我死不瞑目。大妈，娜娜是你亲生孙女儿，是。醒了，想不想上厕所？那您喝点水吧。燕儿，嗯，咱娘俩的恩怨今天了了。大妈，咱们不说这个。马明说，梁子已经释放了。要是能买到当天的火车票，这两天就能到家。真的？嗯。为了让梁子早点回来，马明没少往检察院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娘子回来就好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？那个，这两天我跟王燕在医院。你马哲没跟你说呀？就那个梁奶奶心脏病犯了，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们得去陪着她。恐怕娜娜就没人照顾了，我就把娜娜送到您这儿来。这孩子我带不了。哎，您行了，您行了，妈，我跟您不多说了，我有个会，我就赶紧开了。别来这一套啊，把东西拿回去。妈妈，那个东西你就帮娜娜收拾一下，她四点放学，四点半准时回来。妈，您行的，我最亲爱的妈啊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妈啊。哎，马明，马明。好，妈。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啊？都去照顾她，让我带孩子。四点半回来的嘛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呀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怎么在这儿啊？没看见下雨了？不是说好四点半回家的吗？赶紧走回家，走啊！赶紧进去。坐着做功课啊，我给你拿毛巾。把头发擦一下，饭还没好，那先喝杯酸奶吧。喝完了，赶紧做功课啊！
馍都吃了。嗯，奶奶真好，宝贝儿，快好好的。怎么样？娜娜，让你喝酸奶怎么不喝呢？喝完了再做吧。哎呀，这题算错了。怎么那么笨呢？你爸小时候比你聪明多了。那我们，我帮你呀。怎么了？这孩子到哪儿去啊？我不在这儿待了，我找我妈去。哎呀呀，外面下着雨呢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让你爸爸来管你了啊！我不用你管。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上医院找我妈，不在这儿住了。你，哎呀呀，下着雨呢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听妈话啊，不许惹她生气。她说什么你别顶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啊。听话啊，睡觉前呢把脸和脚都洗干净了，明天早上起来你悄悄的，奶奶起床晚，你千万别把她吵醒。你到学校前吃点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啊，听话，别惹她生气啊。哎，妈，我跟马明说过了，这孩子我带不了，要不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说不清了。有什么说不清的，我已经批评过他了，他不会再跑了。娜娜，快跟奶奶道歉，快点。我说吧，看你把他惯的都不像样了，不懂礼貌，不尊重老人，任性，你的话都不听吧。回去我一定好好教他。你是不是急着要去医院啊？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燕儿。马明去照顾梁老太太，我可以理解，他从小带过他。你这么热心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怎么了？会招来闲话的。会有什么闲话呀？这你比我更清楚啊。妈，我真不清楚，你倒说说看。你算他什么人呢？他住院，他有儿子有媳妇儿，你整天守着，算什么身份呢？名声不好听。妈，你要是不愿意帮我带孩子的话，我可以带娜娜回去，没关系。怎么着？我说错了？我说的意思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如果你想指责我什么的话，那你跟马明说去吧。娜娜，咱们走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我哪知道他怎么了？你得了吧，吵架了吧？不然我叫他，他理都不理我。我都不屑于跟他吵。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最近刚没什么问题吧？死丫头！我就不明白，你每次都能把像我嫂子这么一个脾气好的人给气成那样，
到底为什么呀？到底谁是她婆婆呀？啊，梁老太天天看她就吐唾沫，她还去伺候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孩子呢？回家了。他一个人？哪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呢？马娟陪他呢。马明，我知道你妈是怎么想的。她一直认为我是怀着娜娜嫁给你的。可你为什么不跟她说实话呀？让我和孩子受这么大的屈辱。我跟她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你告诉她娜娜是谁的。我没法跟他说，说老实话，我真搞不清楚娜娜她到底是谁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你不是亲口跟梁奶奶说娜娜是她的亲孙女吗？这不是当时那个情况，我真的以为她要过去，所以我没说实话。哎，我怎么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实话呀？你当初不是跟梁子谈过恋爱吗？你的证明材料上写的明明白白的。你原来一直都在怀疑娜娜不是你亲生女儿。既然你这么问了，那么我顺便问一句，娜娜到底谁的孩子？你无耻！你，你要是不想让孩子知道，你最好小点声。光彩啊你！我有什么不光彩的？我光不光彩你还不清楚啊？那证明材料是你让我写的，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我没有怀疑啊，还是我亲耳听到你跟梁奶奶说娜娜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我怎么信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你痛苦多了。十年了，整整十年了，我养活的女儿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女儿，可能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马明，如果你要是不相信娜娜是你的亲生女儿的话，你带她去医院，你明天就去，你带她去验血，那不一切都清楚了吗？验血认亲？你不想图个心安吗？你算了吧。我堂堂的建委办公室主任，竟然怀疑自己的女儿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还验血认亲，我这脸往哪放？我丢不起那人。马明，真的，我真觉得咱俩不适合在一起生活下去。从梁子入狱那天起，你就变了。你愿意每天生活在忧虑和怀疑中，那是你的事。可你不能这么多年拿这种事情来折磨我，我受够了，我不受了。娜娜是你亲生女儿，我告诉你，你爱信不信，写你爱验不验，我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了，咱俩别这么耗着了。你跟我离婚以后，以你的条件，完全能找一个年轻的、漂亮的，我100%相信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也不会成为你的心病了，也不会成为马家的耻辱了，两全其美多好啊！我求你了，只要你同意，我马上就给你办手续，好吗？王艳儿，这些天你跟我提起离婚已经不下三次了吧？是因为梁子回来了对吧？不是。不是才怪。马明，
你觉得咱俩这样过下去还有意思吗？你说你成天对我疑神疑鬼，你妈对我和娜娜又是那个态度，你觉得咱俩过下去还有意思吗？我没法不疑神疑鬼。娜娜是我的女儿，梁子凭什么当初跳出来承认是他强奸了你呀？他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谁信呢？当初他知道我跟你谈对象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打击我，报复我，排斥我。他没有在你面前说过我坏话吗？他没有极力的阻挠我跟你好吗？为了我，鬼才相信呢。好，既然我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并不是那天听到你跟梁奶奶的那番话之后，我才开始怀疑你。早在10年之前，梁子毫无征兆地跳出来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那你为什么还不顾你妈的反对跟我结婚呢？我那完全是出于道义。当然，我也是真的爱你。我们来看我妈怎么了？来看我妈。得了吧，趁火打劫吧。
哎呦，我说马娟，你那嘴急急得吧，别说那么难听行吗？本来就是。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哎，我知道，那是梁奶奶卖废品挣的钱，他说了是要留给梁伯伯的。你小毛丫头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说谁呢？说谁小毛丫头？你才不知道呢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啊啊！他拿了存折呀，快拿出来！拿什么？拿什么呀？拿什么呀？拿！真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存折是我妈的，不管他是留给谁的，他肯定不是留给你们的。对，说白了，这存折他姓梁不姓马。明天啊，我把这存折给我妈看看，如果我妈说是留给梁子的，我立马还给他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能给。不行，你们这是行窃，你把存折放下，不是你们的，是梁大妈的。哟，梁大妈，梁大妈，你是梁大妈的什么人呢？这是我们的家，她是我们的妈。哎，真是的，我告诉你啊。赶明儿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，要不然人家还以为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呢。二子，哎，走，回家。哎，好。行了。哎，不是怎么？哎，存折，你们站住！行了，别追了。不是哥，他们把存折拿走了。不行，我得去趟医院。行了，王艳呀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？那是人家梁家的事儿，又不是我们马家的事儿，以后别管了，多事儿。不行，我得去一趟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让我嫂子一个人去啊，陪陪她。那你们把梁奶奶家看好啊。什么？大妈，你别着急，存折他们是拿走了，不还有户口本吗？没有户口本他们是取不出来钱的。我跟马明过来就是想确认一下，这个钱您是想给张红他们的吗？是，这钱是我这么多年捡破烂我给梁子攒的，我想等他出来给他整个家。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一混蛋儿子，这么不争气。哎呀，大妈，您千万别着急。没事儿，那个存折的账号你还记得吗？也让我跟王燕去给您办一个银行挂失。大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别着急啊。你找谁呀？楼下的梁。梁二啊，他早不在这住了。我找我妈。那你是？我是梁子，你是？我是马娟，马明的妹妹。马娟啊。啊，你妈她住院了。什么住院？被梁二给气住院的，现在人民医院内科三号病房，要不你去那儿找他。你把存折往他面前一扔，你就问他，我是不是你儿子？马明在，哎呀，他在怕什么呀？这事就是他们两口子搅和的。妈，真讨厌！走，咱们走，一块儿去。干啥呀？我可不能去。你为啥不去？哎呀，你傻呀？你都不想一想，你是儿子，跟他要钱那天经地义。我一儿媳妇，面对着重病的老太太，我要钱，我不招人骂吗？你一个人去吧。啊，行，我去。去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放心吧。要不然，孩子奶粉钱就没了啊。
我妈呢？哎哎哎！妈，听说您病了，我来看您来了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把存折还给我。存折先放我那儿了，我怕有人不怀好意，您老在一时糊涂，再被谁给眯了去了。除了你，没人惦记我的钱。要不是马明。前儿个就让你给气死，把存折还给我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存折先放我那儿了。您需要钱跟我说一声，我帮您取啊。自己家人用着，不比俩外人方便多了。你要有人伺候，咱有啊，张红随叫随到。自己儿子不用，用两个外人，您好意思，我都不好意思。那什么。马明哥，王二嫂子，这两天呢你们辛苦了啊，从现在起我妈我接手了，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啊，走吧走吧。你俩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，啊我都说谢谢你们了，不用你们再操我们家的心，还不走，看我干嘛，这么明显的逐客令听不出来。燕儿，小明啊，哎，你们俩先回去吧，啊，那行，那我们先走，大妈您安心养病，我们下午再来看您。哎，有什么事叫医生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三病房怎么走啊？三病房，我们这儿没有三病房，只有三病区啊。啊，三病区啊，那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叫王翠娥的。王翠娥，哎呦，三病区可大了，我帮你查一下啊。嗯，谢谢啊。梁子。梁子哥，梁子，哥，你回来了。就知道你这两天能回来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我听马娟说我妈住院了，我来看看她。有我在，多管闲事儿。哎，妈，我喂你。你个孽种！我是孽种，我是孽种，怎么了？我也是你生的孽种。我告诉你吧，今天你这存折里的钱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你这病不保准。怎么着，你还不想把这钱留给我，留给两个外人？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凭什么我滚出去？你心里没我，我心里就得有你啊！从小你就偏心眼，什么都是老大好，老大好，老大进监狱了，我怎么没进呢？我说句话不是咒你。你想把钱留给老大，门儿都没有。他还十年呢，十年，你活不到他出来那一天。我怎么养你这么一个白眼儿了？
要把我活活气死。梁子，梁子，我的儿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老太太横竖不进。谁呀？那边说，那边说。我跟你说，这老太太太倔，一根筋。走走走，哎呦，行。不是我，你听我说，这死老太太不开窍，你没说好。她一根筋，我嘴皮子磨破了。太笨了，二少。好小子！你刚才骂谁呢？没骂，没骂谁。走！干嘛干嘛呀你？凭什么当我们家二子？你谁呀？老娘还想问你谁呀？这是我哥。哥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张红。哪个哥？梁子。他不是在监狱里的吗？你越狱了？他越狱了？对，举报你，让公安局来抓你，让你加刑。二子，我刑满释放了。恭喜你！以后我再听见你骂咱妈，我饶不了你。今天是看着你媳妇的面子。咱妈住哪屋？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不管你是不是二他哥，你别嘚瑟了。我也不管你是不是越狱，你们哥俩以前怎么行事的，怎么为人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，你要欺负二子，那得经过我同意，要不然我跟你翻脸。对，你今后别想欺负我。哎，老太太，你到底要回来要回来？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我不想看见你，滚，别进来。滚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孝儿给您磕头，让您受苦了。
这。